Hello， 各位电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刚刚呢，跟老妈呢把花生哦，拿去给人家帮忙用机器哦，帮忙用机器把花生仁、葡萄仁哦，把它拿起来。那拿起来之后就会有这种花生壳了哦。那花生壳呢，我们就一样哈、哦，把它包回来带回来，放到这个园子里面。好、哦，这花生壳很轻了哈、哦，所以，一个人一袋哦，很简单哈、哦。那这花生壳呢，就是我们那个果树哈、哦、旁边，我们到时候草如果把它除完之后，把它铺一层花生壳下去，那对于土壤以后土壤哦会比较好，它也是一种有机啊哈、哦，有机质。你看这花生壳，你看这边，好、哦，这是去年放的花生壳，它一年一年哦会慢慢的那个腐熟掉啊，如果有埋在土里面会更快啊，我们都放在表面而已哈、哦，放表面。因为再来呢就是要种花生的季节了、哦、所以有些时候用人工剥花生哦比较慢。哦，我们就一袋一袋的把它再去给人家，请别人帮忙用机器把它剥开。那这个花生壳也不要浪费了哈、哦。先看头前头啊，好啊，领干我再来压。会做重的无？好。你咧无当壳，我无当壳吼。哎。我帮你摕来，我。来。哦，蛮轻的啦，哎、欸，哦，这花生壳也很好用啊、哦，但是哦，会有一个缺点呐、啊，花生壳，忙青蛙青蛙逃，哎、欸，忙青蛙青蛙逃，有时候会躲一些蚂蚁，哦，躲蚂蚁会那个，会对树不好。OK， 那这个就简单的呢，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园子里面呢都是用哪些材料来当做它的一个肥分。OK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